脸麻雀。王力宏飞往意大利参加冬季奥运盛会，为活动序幕担任表演嘉宾，是这次演出唯一的华人歌手。我的目的明确，让信达到全世界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hop 建立新的格局，新的突破新的曲风，才有新的盖世英雄。而许多奥运金牌选手被力宏歌声虏获，正向在后台要求拍照留念，当场成了百分百粉丝同乐会。力宏来到意大利探访杜林这个著名景点，为了此行还特地在服装上花费不少心思哦。这里就是黑社会很多的地方，所以要穿黑色的衣服，也要戴很深的墨镜，这样子才能入境水水。身为基督徒的力宏虔诚在教堂祈祷，并当起导游说起历史来了。这块布叫做 Turin Shroud， 就是对所有像我基督教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。这个 Shroud 就是耶稣死的时候包他身体的一块布，就在这里，而且在那块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他的脸、他的身体的形状，还有他身上的伤口。